在起点站。旋转木马，蜘蛛。往旋转木马走了。嗯，这是不一样的走法，小心闪现啊！看见我了，救我了。跑木马走起。是那鸟啊，它有龟裂的，它的明显带了12秒的龟裂。第二个鸟不太好了。没事，抓紧完事儿。哎呦，医生！它不追了，不追了。要干前锋了吧？没有没有，前锋也跟我一起跑了。那他这个精神干前锋了，掉台电嘛，连鬼哭了，我看带过来。哎呦，大前锋拉球直接去起点，兄弟没球吗？还有哇，他竟然不往起点了。第二个鸟差多少啊？已经好了呀，吸了第二只。差不多给他一个吧。让他上去。快快快！没给到。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你要叫啊？我知道了。啊，我这台差不多，我还不能倒。我没活命啊！快拦我了！你那台在鬼屋后面吗？对，鬼屋。我精神好没好啊？应该好了。我得拉走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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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维修鬼屋号，他活了，他活了，车开走了，那可能在干，果然，你在鬼屋就走啊，来了，走啥急呀？我就不给鸟了啊！车在二号站啊。对。三号，三号不在二号。啊！我回手电了，回手电了，不追我。你那边是不是有一台啊？寻找木马有，寻找木马。是在追谁啊？他有点迷茫。没有，谁都没追。他有点迷茫，我回去偷摸修一下。有点迷茫。敲死我了，感受到了这个精神提高。压好了，压好了。还没？还没？还没？我说快了。
我最后一包得去鬼屋，然后我留着。前锋有怀表啊。我知道啊，关键他好远啊。他来了没？没来啊。他坐车过来。他这个去手电了。他坐车过来了，这不手电上了。我操，你消费车啊，兄弟。到几点了？等交到你的粮仓。给他鼓掌！他妈的，云霄飞车，秀儿是你吗？开了。哎，哎呀，你这搞啊，你搞！完了，要是打死。我的妈呀，幽闭恐惧加演员。你是不是还有个鸟？对，你要吗？你搞这个电机还没传呢，等他换机呢。门开了吗？没有，差好多。哎，早知道我卡下了，他这样飞了呀。这边我能把人救一下吗？让我吧。打不住了，他要飞了。麻烦你这个电机开销毁了，不过我走了。平是可以平了。他那边门点不开吧？他在墙点吗？没有。不是演员，他有50%的减速，有幽闭恐惧，点不了。我知道他没抢点，他过来了吗？没有，他手持呢，平了，晋级了。啊，你这个神仙电机，给他个鸟开也行啊。还好，平了就行。他居然带个幽闭恐惧，就服了。演员贴门，我是演员该救我的。怎么想的？哇！谁把里边床板下了？我。床底下。哎呀，完了！我就知道。我不修了，我直接跟。我赶紧修了。废墟里边还有一台是吧？我不知道啊。红蝶没拆板啊。那就是底盘。先修小木屋吧。盖了200，这舒服。打先知去了，对，不追了。哇哟，这铜的头好铁啊！还有先知那一台在那个人皇。哎呀，我送存在感了，这我来了。
哎呀，这都扶得过来呢。他挂的人玩手机子了。这个叫大门机哦。他很大概率是金身啊。不回了，把他下了吧。直接扯，直接。哎呦，我好亏呀、啊！亏啥亏？不亏。咋就死了？我想盖他一板子，他有点电了。我满球，满不满球无所谓，我要趴了。趴了个视角，满劫飞了，你小心吧。好亏呀！我刚才满血，这下子能回了。要不直接一个满球拉医院吧？啊，拉医院！我先不着急，让他追我先。快修快修，换了，好像压好了，他把金身换了，能开给他发个信号，压好。哎，这里开了呀，这什么呀，你在哪？我在二楼上面看着你呢，你开吧。开了开了开了，他应该再等一下的，他在等你爬一爬再大吼。我又打平了，他没自摸吗？不啊，他没点自愈。哎，他再等一下用大吼好了。哎，开门站老出问题。我要小木屋。我也在小木屋。我修吧，我修吧，你转。我去人皇了。七人。去小木屋了。就在我这呢，走了，说一下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往你那边跑了。有张狂的啊、哦、追我，要卡了一下魔。我吃刀了，不就有强水吗？三秒，骗空刀。放狗的。放狗的是吧？来了。你发个信号。二楼。行行。
要导说一下。你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啊！不好说，到我脸了。没事，我撞，我撞，你直接走。追你去了。追我，我来了。有你。哎呀！坑爹了，走了。救我来了，救我来了，你走吧。不应该撞他的，我瘫了，我想再给他拦一下。黑妹在这，黑妹在这，你修小木屋，修差不多了。他被狗咬了，不好救啊！不给鸟吗？这人完了，过半。为什么不给你啊？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应该看的是你，想多了吧。还有多少球？还有很多，我开球跑了，六人。我得搞根针啊，保命要紧。我去救，他这边没心跳。死了，我死了。直接三跳跳，我这摸箱子来了。没咬你，没咬你，他咬那个黑面。三连。没了呀，鸟应该刚才是看艾丽，看咒术能救下来，但是他刚才应该是看见艾丽，没了呀。他给自己一套鸟救了我。我感觉刚上去要掉，应该有保护盆。我坐死了，没办法。在医院里面，我直接修人皇了。
苟一苟，活到走就走。然后就我来了，杰克，杰克。不慌，你什么咒术师慌个死？要带哪收益啊？200一装。他打算卡我，卡不认。有愤怒，有愤怒，两个不认空的基本他炸了。三个不认没了，他没了，他没了。闪现也空了，真是。减技，减技，爸，不说话了。攒三个猴子，别去女神像，女神像我再修。你不早说，那我把他带走，我把他带走。哎呦，这都敢丢！你娃娃准备走啊，他可能要挂石像。我先修的。他不敢挂。前锋呢？前锋修机子呢，前锋不敢过来。反正他带了闪现，我要走啊。哎，他为什么不让佣兵？是佣兵这把都结束了。我很慌。他把闪现换了。二楼的，算了，不上了，修大门。等会儿死。你修的那台是我的机子啊。我找你娃娃。我娃娃在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准备救啊？摸一摸一下，摸，你去救他。女神像啊，女神像。不用女神像了，调完师重新起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，你去吧，你娃娃修这台。他调完师过来，调完师过来，你别去，你去修女神像。我说他急着一样的。差好多啊，特别多。他救下来得扛一下血哦。我得把女神像给开了。救我。你得把清风救下来。我没搏命啊，我觉得。慢多少电机？我这台不多。我这台要亮了。亮吧亮吧，你这台我亮，我要。亮亮亮亮亮，准备亮。我去小木屋。我在开大门。前锋再往大门带哦。我有猴，没事。你们能走吗？能开了，应该能。前锋不知道怎么走，我在往大门赶。哇，他在那溜。他换了个精神，我也是。应该都可以走。唐瑞咱俩平了。为什么？不，你往那个小门跑，小门跑，你往小门跑。死了。哎，要老这狗啊！哇，
光门开了，我这没心跳。他在我脸上。他闪现换了一个金身，我也很绝望。我为了保条香。哎呦！啊！我这有点惨呐、啊。我头疼啊！我在医院里面。我在想。是个黑白，这边有炸死，怎么还摸好了？你娃娃小心点。飞到外面去了，传送啊！传到我本体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小门开了，没有信息，要不我也去后门。忘了三连休了，飞我脸，飞我脸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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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大死了。我第二代机子在三连，三连是吧？嗯，我知道。先知是不是还有鸟？先知鸟交了，你就不守啊？守的。下来，你给我扛高。行，你让他把机子点了。有一个在我脸上修，有个在我脸上修，要出事儿。那机子肯定被守了呀。对呀、啊，他在我脸上修，肯定要被守了。你要不要护臂镖？我丢给你。你有几个？三个。三个，我手上就是两个。用掉一个了、啊、不是要救我吗？用掉一个了。捡护臂，捡护臂，草丛里面。哇，我崩溃了，捡不到，那咋办啊？
啊，不用拉完，不是不用本体修好。干那个先吃。你的没板了，他在哪？哎，他怎么跑了？他死了，他在废墟，他的位置走不掉的，没板了。估计是平的，不用估计了，他没弹射，我直接。我直接抽娃娃了，你娃娃正好藏一下。我瞅了瞅了瞅了，小丑。鬼屋里面，给你去。我这把可能要直接修了，小丑的话。我就没打算上车。我到微带传送吗？应该不会，这个版本打了个大耳，打了我的，陪你去了。他应该会。对，他肯定以为机械师。坐车跑了。你修吧，我坐车了，我再去搓一个手机。我这边亮了，然后还有个十字键。算了，估计是锤我来的，然后模式忘了。这块放着玩玩，打死的。他在套路我。你怎么还有魔术棒？对啊，幸运儿啊。救我！我感受到了。闪现。闪现空了，撞墙了，自闭了，自闭了，小丑自闭了。自闭了，自闭了，要赢了！快快快，下面自闭了。又想赢了。我的妈要赢了，我去！要赢了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！我亮亮。我去烧好坟了啊！别刷了，别刷了，咱们这把赢就行。这帮大哥，那佣兵在跑呢，我在搓东西呢。我得赶紧，看出来他们都不行，我行。我东西还被抢了。
他腰好了。要赢了，要赢了！快快快快快，大伙儿都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杀我分爽！快走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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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终于赢了，终于赢了！小小小小，他在大门，我的大房，我大房直接修了。大房，看你。这人可能不信，我往他脸上跑了。我追你吗？追啊，肯定追啊。有封装和张皇的。我坚持不了多久啊。要转大门吗？不是，我在大房六呢，他下一波是闪现闪死我的。装东西了。不追了，不追，追你，追我。哎，操！闪现啊！没闪，我预判他闪，他没闪。不如让他交个闪。预判闪现，不闪现。没一刀了，他没一刀。没一刀，没一刀，后面什么打？我这把估计剑姬。只要剑姬能修完就好打。等会你要帮幽冥扛刀啊，别让幽冥倒了。帮他扛。没打到他。闪现也没打到。闪现搞他。骂你了，杀我肯定杀我呀，电梯不够啊，这样你看看结石，结石在我脸上，要秒住了、okay.又当天一些锤你了，他一台机子呀，哎，这个预判闪现他不交，我可以他不如让他闪，这局没了。
一定，还能平。我重新洗。那小木屋里边这台要开亮了。所以我重新洗啊。亮。直接去大门。推进器推我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能开完吧。不推你，不推你，推结石儿子，我推结石，老结石了。佣兵呢？佣兵想搏一手，还搏不了，应该是。佣兵在往这跑吗？那就平了呗。想预判来了，预判不行，好，加野石不管。给我二楼，不要啥。他追你吗？多黑白呀！我知道。你要我摸你吗？哎，这个箭头，发完信号之后怎么还有个箭头？我觉得要把你卖了。就说终点了，去吧。你要帮佣兵扛。是住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鸟生崽的吗？我的妈！你这个加油坚持住是啥意思啊，哥？你这鸟生崽的吗？能下崽吗？哎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没有没有，我算错时间了，我以为他吸魂还有点时间。这大哥，这鸟这给我一个能死哦，这怎么打？你下来跑啊！你休机子。我跑不了，太艰难跑了。他没追你，他是蓝佣兵。我关键我不知道哪有电，我现在终点也不敢去，我修了就。起点应该有，起点有，起点有，有点远。还是不给，你看这鸟，这留个下蛋，留个下蛋，再孵出来小鸟。
我过班了呀！你赶紧要鸟，你快点要鸟，那鸟留了下蛋了，等会儿孵小鸟。我也叫了呀，你也让他给啊，他不给我也没办法呀。他给了，终于给了，他终于给了。哇，大哥太不容易了，谢谢你啊，这鸟，谢谢你啊，可算给了，太不容易了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我尽量吧。我顶不了了，我顶不住了。坚持你个肾，我电击在起点了，你在吗，老哥？我先缓解一下我的肝伤，我的肝伤。换话什么？是我。开始了，有机会了，开始。五角飞，看能不能抢点了吧？点不了，点不了，点不了，先搓，先搓。飞回来！哎，他人呢？哎，跑跑跑跑，这人没了，很可怕，这人没了。他在起点，他俩补机子。这刀飞我俩脸上，然后我俩可能会跑一步，概率不高。呀，先走了。哎，开，非常的得劲。看来你也走不掉呀。不能想，不能想，安慰一下自己嘛。要就走不掉了，这个鸟，哎，算了，不玩结实。哇，准呐，兄弟！找天津去了，在那个大门那边。我这有心跳。你在哪？大房。喂，想找我？不抓了，不抓了，走了，往沙包那边去了。
把鸟给佣兵吧，佣兵好打一点，佣兵吃了真不好打。在修小木屋那边呢，你给他，你给他，别急别急，差不多，我还怕他哥吃了，哥吃了吃饭了，哎，果然，当我没说，我保下佣兵。可能这把又要平了，应该是，你去大门吧，我直接去，然后你一带人皇，你带大门。根据我多年经验，刚才那佣兵绝对要吃东西，离太近了。开门干什么？叫。修不完呢。我这边也修。扛到刀了，那他溜不动，十二秒之后就会死。来得及去佣兵，要在中场。不要好了。他应该没一刀的，我打算直接点了啊！一旦下来我就直接点。没一刀吧？没一刀。那还有机会赢，这边佣兵他死不了，你直接往大门跑吧。你往东头跑，你看我能不能？应该不能。哎呦我去，这也太爽了！你吃了炸吗？对。哎，没香水，刚才那边有香水，那边可以的。谢谢。直接过来搞我。我在桥上，都在起点，要不来选到木网了，杰克，我往起点跑了，他往帐篷走了啊。前锋应该刷一个，另一个就是杰克。他去鬼屋了，够亮，鸟鸟说一声啊，底牌和那个一刀。
掉了。可以坐车，好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坐走，他上不来。我走，你等会下站了，把我机子补一下啊！你下车从左边下，直接补拨机子，这我来了。二号站是吧？对，二号站。我顶不了多久，何况这还无区呢。前锋在，前锋在，不过可能是金身。他有那个呀？什么？哎呦，我吃刀了。那个洞是啥？取消了。他那个长洞打的我，高洞。你刚才是不是炸了？炸了。把它往角落带吧。机子在，然后前锋在补我电机。你没电机了，在哪电机？哦，二号被你补了，那就差你的了。他俩得保你。不行。能量吗？啊！我操！哎，金身掉了。能不能量？不行。没事，还有球，不着急。能不能量？再不量没机会了。摁他，强摸头，强锁头。摸不了。差一点。枪锁头有机会。机师直接跑了是吧？没有，他交了治愈，然后准备想压的。这个阵容收电，追机师，追。这前锋，他换了传送，平了。他这个阵容啊，要是那啥还好，追祭司还好，他俩修炼都慢，他这个祭司拿出来也没用啊，关键大洞也打不出来。怎么是个女巫呀？干嘛的？应该是往医院走。往医院走。
要闪现啊！闪现空了，他急了。废墟有人吗？废墟我不知道。废墟没人。机身没了，还得再机身。还得打机哇！往小木屋走了，小木屋有机身，走不了。两个闪现应该都没了，不一定。两个闪现都挡了，我听到了。应该要换挂一瓶前锋。要换挂。换挂了，换挂了，不能挂天风了。你娃娃吗？能摸一下吗？摆后，摆下摸。小心过去了。哎哎哎哎哎！别摸，别摸，娃娃走，娃娃走。他在打，他在打我，他在打我，他在打我。能摸好吗？不好说，这娃娃这当着娃娃面摸呢。三个娃娃都在我这儿，可以修，就差你那台了。那个大机应该还有一台。我操，他在干嘛？不知道。你顶受不住你的洪荒之力，要开始撞了，哥。他有自己吧？不对，这边要双挂，你那边能修开吗？不能，不能。炸鸡现实，头疼。演员救有没有？有没有想救啊？有有，炸鸡演员来救了，他能救。娃娃呀，他还搞了，放屁！完了，那差一台啊，差一台在正三里面，你不能连摸吧？拿个佣兵这把赢了，要挂吗？吃完了。小刀刀，打平了，怎么办？前方再开，你能走。他在开小门哦，没啊，大门啊。啊，他脸上有一个，他不敢开，他刚才刚才挂人时候不开，现在挂完人了，肯定。妈的了！刚才不敢开，现在没得了。
他怎么还打了尸体了？他们就在搞我心态。真惨啊！搞我心态，拿佣兵赢了对吧？先搞佣兵。行。来四号机倒了。行，你要我来摸你吗？还是这旁边有人？旁边好像没人。妈耶，一砍三。应该要找一片搜到我。他搜墓地了。搜墓地，你。搜黑妹了。怎么不摸了？你鸟啊，闪现预判了。哦，好行。不行，镜像没打，这是个关键。哎，你得站齐啊！还追黑妹啊！小心拍照，相机好了。啊，这边拍了。我感觉他要砍四号来了。然后帮我。他打不过黑妹真人，打了镜像了。估计要打我了。镜像在哪？那他得挂你。挂他要挂黑妹，他不挂你，你这边怎么好？我想把我想把机子点了，没闪现了，我操！我知道他在哪，正三那边，他这边砍一脸了。你在哪？摸一下我。我在四号机刚亮。往后台走吧，他双挂了。砍不着我行，一下挂这么多，来，我在你后面，别走，不，你去摸其他人，你摸其他人，我会搞到牌。哎呀，我弹了。随便摸好一个人，然后过来救我吧。我屁股挺，应该能坐会儿。我感觉我到了，你都过半了。不会。这边不能回，回来的话立刻那儿。我直接走了啊，告辞。走吧。你要救我镜像啊？你找机会掏镜像，他肯定干我。不行。我死镜像里了。那我不敢捞啊。你走，走也行，他俩在车。
后把火挂上，然后再挂你。你就别来偷我了，你找地方死吧。哎，不行，一定要被挂了。不会，哎、没有，挂不了我。他没闪现啊？不是，他闪现好了，他肯定、可能要杀你，不杀。黑妹救你！赶紧兄弟，赶紧兄弟！别搓了，哥！再搓我过半了。估计有，摁他，可以，哎，过半了，哦，没，还好，我还是要死，哎，火了，那炸了呀，火了一样，哎，没招，跳不过去，我可能要死地下室。不知道你俩电机怎么说了？我到数字了，他得卡会儿救我。那边是大猴，现在在修吗？你看一下。在修。那我这台先亮吧。你过来一起吧，太远了。亮不了。差一点。不叫了，救不了了，救个锤子。闪现交了吗？闪现交了，刚才就有人交了，但是现在不知道好不好。他为什么不直接击败？这个。哟，难跑啊！不是难跑，就是跑不了。地胶没刷呢。我修中场了。我修后门。屠夫蜥蜴。墓地，往中场走了。跳了，小门。
要搞的。双簧，双簧一刀。没几盆。怎么说？救吗？我看你啊，我准备看你，你要鸟说一声。给他吧，给他吧。那也行，我就怕他有个双屁股。我没有，他直接输着了。哦，那不看了，我看这里。没追磁铁，回去了。我去小门了。你给他一个鸟，我去。他没发需要帮助啊，我看哪一会儿了。他后门那台。他一直帮我死不了。他后门那台。小门我再去。妈的，他这个时候需要帮助，我鸟 CD。要不要？给了给了，再不给这人这鸡腰要死了，双屁股坐死了。我墓地也，你那边能修完吗？能。你去救，你去救。行。加湿。加湿不好救啊，何况他这个二级屁股。你修多少了？我这边马上亮，但是我估计我去了，他都飞了，我只能去扛刀。哎，他放我救什么意思啊？估计是想在上面。你修多少了？我亮了，我往那边赶了。给他砍。摸他，摸他，摸他。稍等，摸了，压住了。他像屁股坐的。哎呀，这点的不灵性啊！快跑！我走墓地。他找磁铁去了，找磁铁了。没有没有，抓你抓你。哎，你要再顶住一会儿，我就起来了。还不及跑。哎，挂了。谁来想偷？我只差一点，可能挂脸。你治愈超多久？哎，你磁铁不扔，捏到手里不扔。打的头疼。哎。
我在二楼。我在什么？帮你玩玩行。赶紧有找个地方躲。三连拉的直接往小木屋拉了，往医院里面拉了。自己撞了，没了没了。应该能上二楼吧，这位置不好说，我机子没修啊，我压根就没修。我来补机，修的人神仙的锁，医院里有机子，不是二楼，一楼。你修了吗？我修了一丢丢，我机子被锁了。我这边是重修的，是两两百一窗，这边被锁了。医院是一楼店是吧？一楼一楼。那就不要你。我在这附近。他有猴，闪现交了，你看给他扛两刀也行。我尽量吧。我不太想扛刀啊。哦，不对，你在。尽量别死。扛了，往哪扛了？直接来医院。这个有猴，别闪。啊？找的不该扛的，我跟你说。我没想到。他有猴啊，没闪现啊！憋着了，憋着了。憋着不交。讲道理，他。交了，就差我这一台了。你娃娃是锯的我吧？应该是。他这么交猴，回头。其实可以溜的时候必要的。你娃娃超多少？娃娃到四十。这跟交枪是干嘛呀？不能修医院啊！我修医院啊！他挂你的。你娃娃贴一下门吧，调音师应该也得。安好了吗？没有。好像是过来修，我就应该是搞得完的，除非他闪现进来啊。我觉得他肯定要闪现进手电，然后把调音师打倒，然后挂我这个三连的机的，那把就没了。过不了半呢！哇，这点的太不灵性了吧！他点到我倒了呀！你有出血吗？
我有是有四层后遗症，我怎么起啊？他闪现应该好。你往上贴下自己，贴下自己，我爬出去。爬吧，爬吧，爬吧！我在爬呀，这也能爬得出去啊！我三层都点满了都。OK， 好了，爬出去。我消失好了。把我放一号。我应该在墓地。蜘蛛，蜘蛛，追你吗？对，追我。我死。哎呀，这不白给了吗？亏了，亏死，何止亏了？哎呀，把我摸好！哎，在大教堂。你往阿修，我这边先投修一会儿。你挂上人，我就修不动了。到你修了，走了。人皇也修了差不多，修了很多。人皇修了过马了。都没倒，都没倒。他又新起一台店啊，不对，他是人皇店，人皇被捕了，人皇被捕了，那不对了，那电梯不对了，哦，我还白掉完了，完了，迷糊了，我救不了了，到你救了，他死那边了，好，迷糊了，人皇不是中场，墓地墓地，周围在墓地，我在修，是他的店吗？应该是黑妹的，我修不动，我抽个宝贝。把那边卡好了。那就算你娃娃，你娃娃在修吗？我娃娃没在修啊，你把头修吧。头修修，头修，那我头修呗，不好修啊。你要保他，保他。没事，那就往刚一半一半，地窖在墓地啊，
小虫一起。我去拿娃娃骑一台，你动手吧。你走了吗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目的消不了了。估计是时长。真是时长，他把机子踢了。市长还能打，我觉得。哎，他那边也修了，现在在追你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墓地在修一半。把我儿子打了。外面来薅我了，哎去！再追我，再追我！不，我中间心跳了。没追你吗？没追，没追。我马上压好了。马上压好了，打前置，打前置，我跳后门。他最后可能干我是吧？不干了，但是你压后门，待会儿咱俩谁都赢。我呦，我操！我这个速度。我有球，我一下就到了。快来呀、啊！他可能走地窖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差一点。哎，他还真用小丑，他真用啊！你还别说，他还真用小丑。那他胆子是真的大。能往石像修了。小木屋不知道有没有人。挣三百，我是不行，修了要。在杰基斯，不拉你，穿山洞，会玩。闪现给一刀，冲冲张狂，没一刀。我确定啊，百分百确定，没一刀。没了他。我电击在石像。我知道，等会儿我去。挂 VIP 了。这压力大了，我还不能倒。给他卡个丝儿吧，反正也是拯救不了，我出不来关键。只能帮他扛吗？
哟，没靠走。哎，差一点。啊？大钻头了是吧？对，我打钻头了。那个呢？哪个？哥们儿，再修，把它卖了吧。我还得去救一手，让他直接挂你了。这没椅子，不过我觉得慢了能保平。你就要吃砖头的。你看，你吃了个砖头，他还得死，还不如慢呢。主要是顶到他修完地，让他住。让他直接挂。黑妹来了，黑妹救我了，你说。直接挂你，时间不够。我怎么感觉？有感觉。去你了。你这台超多少？巨板了，快要闪了。三分之一。没招。蚂蚁，蚂蚁。我那个是那什么，院里。你吃钻了吗？我吃钻了呀，忘了我救人那波。你买多少？他花你脸。刚过半。那不行。该修剑了，刚才该修修一代呢。你看他在，他在修你剑姬吗？没有啊，他在旁边晃悠。他在旁边晃个锤子。我也不知道，哎呀，闻到这把没了，你气死了。真是。尽量吧，滑你滑，估计你也跑不掉呀。他等一个锯翻出来，直接把你锯死。我的发，他蒙圈了，他不知道秀为何。他应该要好了，他没一刀，你考虑一下。他救，不是我救，必须他救，他能打。他倒了你就直接点啊！我觉得你要不点了就，要不点了。点了是吧？对，点了，他没一刀，好。没一刀个锤子，有一刀。你不判断他没一刀吗？进了你的鬼穴。他是把那三点技能点加在那个张皇上面了，我日，他带的是疯狂一刀。
他没有张狂，他没有张狂，怎么干？有张狂，他有张狂，他没张狂，他没张狂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他是点了三点技能。